干的这个人啊，所以我们呢犯一个错误呢，这个在帽子这路线底下呢是容易这个改正的，只要是不坚持这一个错误，我相信呢我们的这个训练班的时候呢将会是能够这个是完成了毛主席给我们的这种伟大的这个战略的这个任务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欢呼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完了，同志们，现在听我们总理给我们做指示。同志们，我现在应该借着这个机会，在许多领导同志在座啊，向我们参加今天会上的各位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问候你们。刚才陈佳同志、白大同志、蒋勤同志、康生同志讲话都讲得很好，把许多要讲的问题都讲了。我现在只想交代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今天参加会议的有在北京开会11个省市的军事代表同志在场。刚才春娇同志说了，我们伟大领袖嘱咐我们要把各省的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特别指出最近的几个月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的形势大大的前进了。除去春娇同志说的，我们运动更深入了，深入到每个省市、地区、每个家庭都在讨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以外，我们想讲一讲如何来一个一个省的解决问题。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是7个，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和军管会8个，那么现在正在北京的等待问题的解决的有11个，省区两广、福建、江苏、安徽、天津、湖北、辽宁、吉林来了吗？吉林、山西、宁夏，还有已经参加革命委员会还有问题需要解决的，在北京的黑龙江，所以这就是12个省区在北京。我们按照主席教导一个一个省的解决，但是同时呢就来了12个省区前天主席还说这很好嘛大家找到中央来解决嘛，
我们应该认真地负责地同在座的同志们，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们、红卫兵小将们很好地商量这些事情。因此这十二个省区就不可能很快地同时解决，特别也面临了国庆节了，所以在国庆节前每一个省区都再见一次面，再谈一次。在这里的我们一个经验是，康生同志在解决安徽问题时候创造出来，就是由那个省本身的参加会议的各方面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自己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然后跟中央一道来解决所提出的问题。我看这个办法可以做其他省区的参考，同时这十二个省区情况也不一致有的可能像刚才八个省区所说的成立革命文化筹备小组，也可能还只是成立军管会。那这样也不要紧，我们作为一个初步或者说基本的解决，因为每一个省市区问题的解决都要重复一两次或者更多一点，这种反复不是重复的反复，而是不断的提高、不断的上升、不断的深入，所以需要有这样的反复。因为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我们伟大领袖指点出来、群众创造出来这种新的组织形式，革命委员会、民事权利机构，这样就不可能不发生一些缺点和错误。没经验吗？江青同志在九月五号的发言录音上你们大家都听了这是新生力量、新生的组织，有无限的生命力，可是大家都没有经验特别是新的三界火，也是我们伟大领袖提出来的军队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特别作为基础的革命群众代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结合在一起出公示，要担负领导工作，彼此要首先了解认识，共同负责创造民主的生活，怎么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把它集中起来、系统化起来，总结经验，不断前进，这需要有些反复。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我们从群众中来，还要回到群众中去，多次的反复来增设我们提出的办法、政策是对的，经过中央批准的，是确实可靠的。所以这些原因，不要因为我们这些组织有些反复就觉得问题很多了，怀疑这个革命委员会，甚至于想动摇这个革命委员会怀疑、动摇，那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打算，是容易被还不甘心失败都失败，被那些坏人特务要来钻空子、来破坏，也受社会上一种错误的思潮所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坚信一个新生力量群众创造出来的，我们伟大领袖指点提高了
这样一种权力机构，我们要很好的爱护，很好的来摸索经验，总结经验，不断的前进。尽管我们现在说提出11个省区，因为黑龙江是重复的了，跟那个15个加到一起就是26个省市区了，那么剩下来的呢就是新疆、西藏和云南，看起来不是形势的确是大好，的确是最近这3个月大大的前进。但是呢，我们伟大领袖看到要把这些省市区问题解决得更好，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所以他给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时间不仅是到今年年底，并且设想到明年春节，这就是说给我们有宽裕的时间啊，要认真地啊，好好地把解决，不要急躁，不要草率，不要掩盖一些应该指出的矛盾，如何去的解决啊，这样子才能够把事物推向前进。所以现在在座的12个省区的临时同志，你们有责把这个问题好好的想一想，因为现在问题很清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之下，负责各省市区的政，绝大多数都是军事同志起领导的作用。原因就是啊，在去年两条路线斗争中证明许多的党政的组织领导瘫痪了，不称职了啊，也不认真的勇敢的改正错误，甚至连认识错误都没有的勇气啊，也不认识，所以全主要的责任就落到我们军队的身上。3支两军的任务从今年1月起到现在8-9个月了，你们确实担负了重任。那个时候我们领导主席的教导就跟大家提出，这是个任重道远的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不是一个临时的任务。因为即使我们军管会成为一个过渡形式啊，走向三结合，你三结合你还有军代表这一方面吗？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不单单是一个像过去所说的啊战斗的部队、工作的部队、宣传的部队，而且是啊，担负着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的责任。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不就是实现过这样的领导吗？所以这个责任所以放在我们解放军身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党啊，毛主席创造的党，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啊，是依靠，首先是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而在革命群众中呢，我们首先组织起劳动人民的武装力量，通过啊战争来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也通过武装的保卫啊，进行了这17年，现在18年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而武装力量呢，在这个时候，特别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要起着重大的作用了。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毛主席对我们解放军期望深，也就是希望切。所以我们想一想啊，意味着8条
四位的失调，六六的通令，有个九五的命令，都把责任放在解放军身上，告诉我们广大的群众如何拥军，也告诉我们军队要如何爱民。蒋庆东子实施的在北京市的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讲了一篇话，把八条和十条结合起来提出拥军爱民的新的解释，是很当时是很及时，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很广泛的像现在这一次蒋庆东子在九月五号的讲话的录音上这样广泛的宣传，所以比较耽误了一个时候。这一次我们就应该很好的宣传啊，不要动摇这三个问题。党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司令部，这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我们应该认识中央文革小组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党中央等于党中央的书记处，也就等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部啊，所以这样不能够把党中央跟中央文革分开来看，应该合起来看。所以如果有人想在这个里的进行挑拨啊，就像那个有一次同志们讲的，把放大红卫兵讲这个拿放大镜啊找裂痕，这是找不到的，因为重大的关头重要的指示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指出的吗？我们只有执行的责任吗？我们只有团结一致来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指示的航向前进吗？任何动摇是不许可的吗？所以在这点上应该大家来这样子看问题，这样子信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包含主要的部分中央文革在内，这一点非常必要我再说一说。因为有那么一些走资办或者是坏人，有地府反坏，有特务分子，也有那些幼稚的一些思想的人，年轻人不懂事了，受了资产阶级政治的影响啊，就在中央及领导通知当中找漏洞找间隙啊，这都是错的，那是一种资产阶级观点，那是受过去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影响的。我们人民解放军呢应该懂得不会这么看，因为我们知道第二个蒋庆东子讲的问题就是不许任何人来削弱，而要加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吗？我们说了吗？只要我们伟大的领袖我们的副帅一声令下，你们任何时候啊都是积极响应的吗？你们犯了并且我们相信我们跟红卫兵们常说嘛，尽管我们有些军事领导同志犯了错误，当他不认识的时候他的确是做了严重的错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但是只要认识了，只要我们主席一声号召啊，说你是错了你要改，我们人民解放军有传革命的光荣的传统啊，听了主席的话一定会改的。因为三大纪律嘛，第一个就是一切听指挥嘛，四十年的广用传统嘛，我们不会忘记的嘛。如果只要你们革命精神饱满啊，
我们并且像洪伟斌也说过，啊，尽管现在他犯了一些错误，只要革命精神还旺盛，不管他年老，啊，体弱，如果一旦国家有事，奔赴沙场，他们跟青年们会一样子流血沙场的。啊。所以这三个啊问题在蒋庆同志九月五号发言录音上都讲了，现在我拿来提醒在座的军事领导同志或者军事工作同志，你们不能现在政治负责解决这12个省区的问题，或者正在这个地方接受训练学习，你们总要有一个责任感啊，一个革命的自己啊，因为你们责任还是很重大吗？任重道远吗？我们伟大领袖，我们的副帅，把这样3支2军任务放在你们身上啊，因此你们就要战战兢兢啊，战胜恐惧啊，要谦虚谨慎，很好的来向革命的群众红卫兵小将们学习，因为他们是新生的力量，啊，好好向他们学习，就会从他们中间取得了智慧。我们伟大的领袖就是善于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啊，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天才领袖做的了。我们做他的学生，我们学那么一点呢，就可以。啊，懂得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如同刚才蒋庆同说的，就能够跟群众接近了，就把上下级的关系，那种隔阂的关系也就改变了。所以这12个省区在北京主要的解决责任，我现在提出放在你们身上，好不好啊？那么你们彼此讨论好了，我们来为你们服务啊，这样子来报告主席、民副主席来达成协议就更好办了，这是第一件事啊，通知下。第二件事，现在各地方都纷纷的起来响应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决心啊，在革命的大批判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进行革命的大联合，如同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这最主要是一件好事。但面对这件好事，我们要善于推动，善于领导，善于促进，因为不能无原则的联合。因为现在这些群众组织首先在工人当中啊，现在那种4分2立的两大组织或者几大组织确实大方向多半是一致的了，因为他是还认识到啊，要对我们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振涛进行大批判，也懂得要结合着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因为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了嘛。那么现在我们伟大领袖号召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掌握革命的大方向来进行联合，所以就响应的很快。首先是工厂组，其次是近郊区的农工社组，这样子推动了啊，机关和学校。北京就是这样子机关了，现在的联合也是形成一个高潮，但是就必须巩固这个联合。这就前几天我们发表文汇报的那篇声音，接着人民日报也讲了这个问题啊，要在
紧紧地跟随我们伟大领袖的伟大的战略部署，牢牢地掌握革命的斗争大方向，这样子来联合才能巩固，所以必定要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才能把工作做得深入，才能够推动我们伟大领袖的号召，抓革命，出生产，出业务，出战备。这个问题也是希望这受审视区审区在北京的那这样的你们这样第一个方向高耸地方啊，在北京跟本地共同来推动这个大联合，这就对于我们的受审区解决问题就更有利了。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点就是现在在这个地方接受教育这两个省，一个湖南一个湖北，现在开始想做出样板来推动其他的省，比如像湖南江西要陆续来的。这一点中央文革我们成立了个小组，由北大同志、康生同志、杨振武同志、吴发现同志、邱怀洲同志，他们五位同志成立这个小组来负责领导这个训练工作。因为这个教育干部啊是我们伟大领袖经常的注意的事情，常常说凡是干部犯了错误，我们领导上总有责任吗？因为事先没告诉你们吗？任务没交代好吗？犯了错误的时候又没提醒你们吗？所以你们犯了错误，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心里应该不安，应该想办法怎么帮助你们懂得错误改正错误。那我来说，我也是犯过严重错误的人虽然现在将近70了，也许做不了几年工作了，但是还是这么一个革命想法嘛，我们总是要我们总是我们总是要做到了因为你首先要实践，你不实践了你就不可能发现错误吗？也不可能说一定是对了还是错了嘛，所以要做，做到了，学到了，你做了一定有时犯错误，就要求教于主席的著作，林副主席的著作，求教于群众，求教于中央文件，这些地方，即用现学嘛，带着问题去学嘛，就会学得好嘛，所以就要学，你要学到了，不断的学，学了知道是自己做错了，就改。认识错误了就得坚决的改，要改到老最后一句要跟到老。我们大家都说嘛，我们紧紧地跟随毛主席，跟随林副主席，我们就要立下这个决心，不管今天在座的是负责各个省区领导工作的或者到这来学习的，我们都要下定这个决心就是不只要我们保证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我们就应该做到了，说到了，改到了，跟到了，完了。我现在我现在我一定要高呼我们毛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正好毛主席到了。
同志们，同志，同志们，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千万不要忘记毛主席对同志们的关怀。就是要好好的把毛主席的路线思想学好，把我们的训练班的任务好好的完成。坐下。同志们，我们今天晚上是最最幸福的一个晚上。我们要赢。
席亲自到这个看了我们，我们的总理白大同志、康震同志、江青同志、陈桥同志，还有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同志，还有文革小组的姚文艳同志，还有解夫总理，还有其他的许多领导同志来看我们，这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和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给我们最大的关怀。希望也是给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最大的飞运，
同志们，这一次请同志们到北京来，其实就是征召毛主席的支持，请你们来的。毛主席支持我们，他填过所有的县人物部的干部和所有的全国的军分区的干部，都要集中到北京来进行轮流的分区的分批的进行提升。毛主席指示不但军队的干部要这样提升，而且党政军的干部也要进行轮流的分区的分批的进行提升。毛主席还指示说，红卫兵小将们也要将来进行提升。主席还说，这样一个提升啊，过去我们十几年来没有进行，今后我们每年要进行一次轮流的提升。每一次提升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在两个月的左右。同志们，这就是根据主席的指示，请你们到北京来进行集训，目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很好的很好的把主席的思想学得更好，更高高的举起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在革命的斗争中还能取得一个接一个的伟大的胜利。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间，军队里面有少数的同志由于过去缺乏经验，也跟毛主席的思想有的跟得不近，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主席讲错误没有关系，犯了错误改了就好了。解决这个问题，主席讲就是采取教育的方针，扩大教育面，用这个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北大同志、康震同志、江青同志、青桥同志都做了很重要很重要的指示，希望我们的同志们不管是犯过错误的或者没有犯过错误的，我们都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指示做标准来检查我们自己，有错误立即就改正，改了就是好的。毛主席讲，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干部是极少数的。所以毛主席告诉我们，我们军队里边从此以后就学了一条很好的经验，就是要搞好这个提升。所以军委
介休这个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服役的敌心的人物，希望我们参加敌心的每一个同志真正的坐下来好好的来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思想大大的通过这个敌心提高一步。主席讲我们过去犯错误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因此群众就有点气了。将来春桥同志已经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在制作工作中间没有是走派，是保守派，帮着国防派，包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小撮的当权派，打击了革命派，打击了红卫兵革命小将，有的甚至把镇压的群众，镇压的革命群众。这个错误呢是严重的，所以将来江青同志讲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他们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向革命小将学习。我们犯错误的另一个原因，另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官做大了，经金多了，有事情又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肃紧张有余，团结合作不足，随便的打架子，随便的骂人，随便的训人，所以是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但是有意见，群众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来讲，一有了机会就爆发了，群众就提出批评，提出建议，提出意见，这样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啊？主席讲这是个好事情，在群众的帮助之下，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更快的改正错误。同志们，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林副主席在很早很早以前就教育我们，林副主席这样说，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问题都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知识
为标志，合乎主席知识的，合乎主席思想的事情，上刀山下火海，一天天的干，干错干干，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不合乎主席知识的，不合乎主席思想的，我们就要好好的想一想，要动动脑筋，不要盲目听，并且还要违背主席的思想的东西坚决的抵制，坚决的反对。林副主席特别的强调，对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知识理解的要坚决的贯彻执行，但是不理解的也要坚决的贯彻执行。林副主席说，我们和毛主席比较，毛主席是水平高得很高得很，我们的水平很低很低，如果什么问题主席一提出来我们都理解，不可能。就是说林副主席教育我们，他是一个最后的办法，就是主席提出来的什么问题以后，我们就是坚决的贯彻执行，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在执行过程中间坚执行坚理解，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林副主席说这是一个笨办法，我们说这是个最聪明的办法，对不对？对。同志们，我们今后就应该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敬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敬敬毛泽东思想，敬敬毛主席的知识，永远按照林副主席的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我们的头脑中大树提出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就是保证我们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的话也能够比较快的纠正错误。所以我们这次的训练班，我们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把它办好，这样才不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爱护，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鞭策和期望。希望我们全体的同志，包括我们总部来担任负责办训练班的同志，我们的共同努力来完成毛主席赋予我们这个光荣任务。同志们，最后我想向同志们提升一件事情，将他江青总的知识中，动力的知识中都谈多了，都告诉我们了，同志们都清楚的，很清楚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在毛主席、林副主席直接领导下，领导我们前党、前进、全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参谋部。主席说，
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起到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完全的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作用。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间，领导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的胜利。中央文革小组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建立了伟大的丰功伟绩。我记得在今年的4月份的经济干部会议上啊，我也把年终奖呢也说过这个问题。同志们，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事，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教育的，是林副统帅亲自指挥的。我们是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我们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都要最最的忠诚的、最坚决的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坚决地保卫中央文革小组。现在由于小说法人当革命分子被的是密将苏修日本退伍，他们企图破坏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破坏交付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或者企图挑拨破坏人民解放军中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破坏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所以我们军队的所有的同志一定要百倍的提高无产阶级的警惕性，提升前进所有的指战员严防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动乱、破坏等等反革命的阴谋活动。不管是谁，不管来自于哪一方面的企图挑拨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我们就毫不犹豫地给予粉碎的打击。
三十两斤的工作，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成绩要归功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秉持更高的激起毛主席的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支持革命走爬，武装革命走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们要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誓死保卫傅崇川领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我们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江南你们没有来？江南没有来。哎，糟糕的。